交近日卷入性骚扰风波，而身为老婆的孟耿如也公开表示，我们是一家人，发生什么事都会一起面对，一起弥补犯过的错误。同时孟耿如也直接请辞新戏，希望专心陪伴老公。而她原本要在八日举办个人画展，虽然画展如期举行，但原定在下午的开幕酒会都取消，全心全意陪伴老公。不过就眼尖的粉丝发现，在画展中有一个孟耿如的手写稿，上面写着每个受伤的灵魂都值得被保护、被呵护、被包容，似乎借此在和老公喊话。另外墙壁上也有着一幅作品，叫做三人同心，象征着一家人永远在一起，相信不管遇到什么风波，三人都会一起面对啊。Bye.